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精神。十年前我访问法国时，我将其概括为独立自主、相互理解、高瞻远瞩、互利共赢。当今世界。 这一精神更加弥足珍贵。面对新时代的风云际会，中法应当秉持建交初心，积极面向未来，敢于有所作为。